来，你看啊，这个车灯一边亮一边不亮，看到这个 LED 大灯了没有？是我从网上买的，才花了几十块钱，但是你去店里你才能感受你多少钱。什么车啊？21年轩逸。啊，能不能你开过来吧，750。750？啊，我这在网上看才几十块钱啊，88块钱，58。你在网上看的，你给我打什么电话？你去网上换呗。不是，有时候啊，不是不想去店里，而是你的东西呢，明明挺便宜的，但是一到店里就能翻好几倍。这个车灯呢，就是从网上买的，才花了几十块钱，而且换起来特别简单，一分钟都用不了。你看啊，咱们呢，只要从大灯后面这儿找到这个插头，顺时针轻轻的一拧，再摁住这个卡子，就能把这个旧的灯泡给它取下来。然后呢，把这个新灯泡的插头先给它接上去，再塞到下面这个灯孔里面，顺时针轻轻一转，这就装好了。现在呢，咱们上车试一下效果，怎么样？是不是亮了？因为这个是 LED 的，右边啊，咱们用同样的方法也给它换一下。OK， 现在呢，两边都已经换好了，咱们再上车开灯看一下效果。你可以看那边，怎么样？是不是特别亮？自己换的，又快又省钱。你也知道车上有哪些东西咱们可以自己换吗？评论区聊一聊。我是聪哥，关注我，这边还有1000个汽车知识。